Hello， 大家好，继续测的微影，而家就嚟到微影摩天楼，好欢迎嚟到世界挑战赛，系啦，咁佢有分咧就六个地区嘅，分别系关东、成都，好，咁我哋首先打关东先啦，好啦，好，第一个系小江嘅 ，OK， 请问要放弃吗？好，如果系小江嘅话咧，就系、是、岩石啦，岩石同埋地面系，所以用格斗都 OK 嘅 ，OK。喂，小江岩石系啊，半吊子嘅攻击咧，对我嘅精灵嚟讲咧，完全系唔痛啊，唔痒啊，不同不痕。好，近身拳击。哎呀，坚硬啊佢。近身拳击，好，冇食药喎佢，睇嚟系唔俾食药啦，我相信。照上啦呢只，一拳死啦话又系。哎呀，争啲，岩石爆破 ，Oh my god！呢度就搵隻快啲啦，烈焰马都边隻快啲其实？二一七一七，珠海围巾，解暴龙啦，用招吸动光线，好，龙龙岩，跳岩蟹，水。O.K. 哎，又有艰难啊佢，哇佢用水，佢用火技打喎，点解咁奇怪嘅？镰刀，镰刀嘅话咧就系、是、怕草嘅。O.K. 照用叶衣背打，斩。哎呀，气息腰带，怕瀑布，点解咁奇怪嘅？佢出啲技，好。跟住班吉拉就梗系用，咦？但系我唔知够唔够快添呢度。诶，够快 ，O.K. 得杀咗。化石飞龙，跳叶蟹啦，照用。岩冰，点解佢用冰牙嗰啲咁奇怪嘅？冇理由嘅，应该唔会用冰牙先啱嘅。好，冚到光线，哇，争啲死佢冰牙喎。好，多谢你精彩嘅较量啊！好。咁而家就继续向上啦，应该好啦。恭喜你获得胜利，会回血噶。好，下一间房小夏 ，OK， 系啦，系小夏。好，叶衣背上啦呢度。开小夏水系训练噶，冇错，水系好劲噶。好，呢幅图好似系深金噶。佢应该冇火技，我相信。咁我见宝先，识精神干扰唔紧要，但系佢快过我，好似系啦，快过我，唉。坚果啦，呢度边佢好呀死呀，可以水魔照用边啦。好，影子球可以水魔，佢有用嘅咩？佢讲电鱼啊嘛，好似系啦，电灯怪滚水，哇灭晒团，我知道边。贝贝龙，贝贝龙咩？巨岩蟹啦，岩冰。好，闪电，好啦，呢度再用边佢，好唔痛。水箭龟照杀，佢应该有条鲤鱼龙我记得。哦，高压水泵，哎呀，居然有，哇有天速果，但系都系我快啲，点解？沼王啦，最尾系居然又系柯欠啊，即系一个干扰型嘅沼王。通常都是配呢招嘅呵欠啦，然后再用啲攻击技。好，我嘅梦想咧出嚟旅行啊，同强大嘅训练家对战啊，呢个已经实现咗啦。好，非常之简单喎，似乎马志士。马志士嘅话就先用呢杯先啦，都系马志士，我电系世界第一嘅，居然够胆向我挑战，真系不知死活啊！尝试下麻痹嘅滋味咧。剑舞下马威，急冻。哇！完全唔痛喎，佢招急冻拳。好 ，OK， 哇，气息要大，唉，仲要麻痹咗添。唉，原本个天速果食咗应该会快过佢嘅，但麻痹咗。烈焰马呢度，烈焰马啱第一次出场啦。睇嗰款会识格技啦，应该都会识冰技嘅，所以就要用烈焰马打。但唔系佢都识电技嘅，地震。岩崩先啦，十字切，直接水技杀咗啦，唔得。
好啊，好啦，系啦，佢快过我啦，我就知道。之前试过都系佢快过，然后我死咗。顽皮蛋一定快过我啦，咁呢只。大火影分身杀，仲有啲咩？哎呀，睇唔切点。电灯怪，换呢只电灯怪，又系电灯怪。电灯怪嘅话就系用呢只坚果打最好。好，自爆刺怪，相信佢系会有坚硬嘅特性嘅。啊，抗地果添，仲要有佢火马，大呢、這个细火。好，雷伊贝肯定我快啲啦，加咗一下速度，搞掂。哇，你太强啦，实在，我嘅电流技巧都输咗啊，太正啦。好，草系。草系用电马先啦，一开头，哎呀食咗个果实啦，个天速果冇咗啦，系，可以爱草系精灵嘅利佳，好喺插花嘅修行同时，我的都进行紧呢个精灵嘅修行，我唔会输嘅，好啦，霸王花大火啦呢度，因为俾佢开到呢个碎面粉，我就大祸啦，就不得了啦，全部大火，椰蛋树大火。好，仲有几多啊？巨蟒藤呢日又系麻烦嘢，好多都系麻烦嘢嚟嘅啲虫。仲有边啊？摇篮百合呢只都唔算话太麻烦。摇篮百合好似唔系草系，我记得系嘛？唔记得啦，好似有岩石系佢。好，边个诅咒应该打死啩？系暴雪王。好彩我怕四倍火嘅，秒杀佢，保护搞掂。哎呀，气息腰大喎，佢又踩佢，踩，哦，搞掂啦。啊，输咗啦，太强啦，真系非常精彩啊！好，我都估唔到可以咁顺利啊。呢、這个系哪支？哪支就要用恶技打啦。啊，唔系、啊，哪支系超能力，系啦，要用恶技打嘅。所以用二 B 倍啦，三秒嘅时候有预感同你打，如果你愿意，我可以展示我嘅超能力俾你睇嘅。好，哇，呢只嘢都几麻烦喎，剑舞先啦。诶，唔死喎，居然，哇，17血，好 ，OK， 速度果中唔到我灭肠呢度，终于可以示范到一下啦。呢、這个超能力同埋冰系爆佢啦。唉，气息腰大，踩佢。河马王坚果，诶、欸，揸下气合弹，哎哟，都痛啊，好痛系、啊。巨金怪，二马呢度，细一细火先，好。信号光速，屌用信号光速咁奇怪嘅，正常应该用钢拳啊或者超能力求取噶。好，照相，杀！同我睇到个未来唔一样，呢、這个力量出乎意料啊，冇办法睇到呢个未来。好，呢、這个啊系忍者，忍者系毒系嘅，毒系就要用地面打嘅，地面就系用火把喉啦。好，我阿恨啊，喺呢个修行中咧，领悟到呢个忍术嘅极意啊！俾你睇下毒系精灵有几可怕啦。每日我就要用地呢、這个岩石系打重鸣，哇，好痛！哇，利多后即刻转重，毒爆弹，哇，又有大镬两炮。火爆喉先啦，呢度地震。好，假面长眉大火喺度，唔好谂啦。OK， 毒刺水母坚果，好啦，鞭死佢，再鞭，啊，毒气双子，烈马喺度，踩佢，动弹不得，大火 ，OK， 末日哦 ，OK， 下点啦，秒杀，气息腰带。蝶之舞唔系谂住快过喎，哇！
真系快过我。而家我应该快过佢嘅。好，因为加我速度，我成300速度冇理由快过我啦啩。火技好，都几好彩，因为第呢个嘅关刀嘅系咪关东定系关东啊？呢、這个嘅地区咧，所有嘢我都黑到嘅。可以继续修行就变强，唔会输俾我阿爸嘅。仲有一把就系天王啦，其中一个下一把啊，水系嘅要用。咁如果用巨岩蟹应该都 OK 嘅，不过我相信佢系会有天气队，然后有呢个阳光烈焰嘅。不过个精灵超用咧火焰咧，将强者烧成灰烬。应该有魔呢个嘅黑老家啦，岩崩近身拳击。好，呢度走一走先。佢用近身拳击嘅话，就转做启暴龙。好，之后用急冻方式。好，呢度要走一走啦。喷火龙，拳拳蟹咯，唔知够唔够快咧？呢度空气切割水。几盒蛋啊！佢命玉烈马呢度，之后用踩佢，空气切割跳，哎争一下一齐死。火把喉啦呢度，地震大自烧，哎唔系话唔系呢度输啊嘛，龙星群。唉，仲要烧伤添呢度，唉，大镬啦，输啦输啦，系咪唔俾食药嘅喺度？可唔可以食药啊？喺度应该得啊嘛，系喎，应该得喎，算啦，唔好啦。寄生种子，寄生种子先，唔得啦，要输啦。叶印斩咬佢啦，揸下。絕境反击，火衣背，剑舞，烧成灰烬，唉冇啦，因为我对嘢都几怕火嘅，都原来其实锯剑下又唔够人快，其实我应该配个围巾俾佢嘅。好，咁我而家打翻上去先，我翻到嚟下八嗰度啦，系啦，都真系唔知点打呢度好。其实我应该要配招冲浪俾阿启暴龙啦，我谂，即系本身我就配招大字烧啊俾佢嘅，咁呢一度大字烧唔用咁啊，换招冲浪俾佢先啦，暂时。不过如果用咗之后就冇得再换啦。不过由佢咧，由佢啦。第一只嘅话会系风神犬，先用烈马开头先啦。OK， 大家都99叻啦，而家已经飞跳，好。我就系要去麻痹呢个效果啊，然后我哋再用大火杀唔杀到咧？踩佢啦，不如好，非常好啊，无血咁样就杀咗佢啦，冇乜点扣血，九尾，九尾嘅话最好就用启暴龙打啦，然后一只烧死佢，冇咁痛啊。OK， 打到大约差唔多一半都足够啦。之后换一换先，佢用精神嘅技嘅，咁就换只巨剑下定火把，火把喉啦。好，啊系，我唔记得咗，我嘅格斗系烈马啦，踩佢。有只咩？100力啦，已经喷火龙嘅话，巨剑下啦。其实呢只嘢会有阳光烈焰嘅，如果佢有放嘅话，佢仲要有呢个太阳能量添。好，睇一睇先。珠爱围巾而家系用大水啦。好，开到嘅系。好啊，佢死啦呢度。因为太阳力量会扣佢自己血嘅。呢只鸭嘴龙咧，用坚果冇咧？因为我惊佢又用嗰天速果，佢屈到技，寄生种子。600,000伏特，点会啊，大佬？我唔系睇错啊，佢冇火技噶呢只嘢，点会600,000伏特噶佢？佢真系冇火技？我睇耐啲先，佢净系识得用100,000伏特啫喎呢度。
好啦，保护又搵什么得？唔系真系冇火技咁低能啊！呢只嘢，诶、欸、死啦 ！OK， 搞掂，好火衣背，火衣背巨岩蟹啦，但系应该都系我高速噶啦。即系火衣背就出名，个速度低嘅，但系攻击力系非常之高。烈焰马我都有，一齐用啦。先用个飞跳先，八万吨国击，点解用八万吨国击噶？大火，哈哈，其实我都惊佢有招引火，一滴血。咩啊？喺气势上咧冇输嘅，完全正坐燃烧咧，燃烧到尽啊！好，仲有边个啊？啊，板木大人啊，呢度系。原本应该是小茂的，但不是啦，现在变咗板木大人。咁敢向我挑战，你会后悔的。系啦，管住板木，近拳击喺度，我冚都不死喎，几挨得喎。好，巨岩蟹啊，万力，格拉格拉。哎呀，呢度应该用水嘅，地呢个启布龙乸，冲浪。好，烈亚绿沙转一转先，烈亚绿沙要，因为我而家冇得用嗰招急冻光线，寄生种子龙击轮，好，冇得赢到我啦，你打唔入我啊，你已经注定，好，边个云啦，搞掂，尼多后继续锯剑埋啊！好，打埋呢个就会打埋最后，系嘛？谂下先。啊，唔系、啊，最后呢、這个板木已经系最后噶咯，好似水技用生命值硬接啊！呢度用启布龙，天蝎王毒鸟啊！佢嗰招系佢冇冰咬，我唔信咯。哇！我竟然会输，我冇咩同你讲啊！欢迎获得胜利啊！仲有边个啊？啊，四天王啊，冰系好似。不过我对火红的管主是一无所知，因为我是不知道知不知道我是未玩爆过火红的。是啦。喂，四天王科拿冇人呢更加比我用得劲的，这个冰系。冰呢就是最强大的技能。当你精灵呢被变冰冻成为冰化的时候，他就任我鱼肉。好，喂呀大王。我唔记得咗换添，先讲得兴起头先。即是我是冇玩过火红嗰个爆技，因为我一出嚟。咦，有噴石火焰啊！佢用咩打好咧？呢度用叠衣背啦，又系叠阵斩，斩一斩佢先。滚水，好，点解佢唔用？点解佢唔用呢个噴石火焰咁奇怪嘅？白海狮冰系噶啦，自动草技应该斩一半嘅呢度。好，杀埋 OK 啊！铁甲杯斩，佢应该会破壳嘅。诶，破唔到壳啊佢。马马猪再用，唉，飞兵。飞兵嘅话就系先制加一啊，好似我唔记得系咪加一啦。不过系先制嘅呢招技，所以我都有练过呢只嘢嘅，但系练得好差咯。嗰阵时系黑白嗰阵时练嘅呢只猪仔。杯杯龙。几乎好多好多嘅人嘅管主啊，四天王都见到呢只嘢啊，因为贝贝龙实在太不羁啦。大火有好多种玩法咯，贝贝龙可以话系，就譬如有呢个普通嘅攻击型啊、干扰型啊，同埋呢个嘅，好似仲有个系灭亡之歌嘅。我记得呢只嘢识灭亡之歌嘅技能，所以系几吸引嘅呢只嘢。因为越多嘅技能，呢、這个嘅战术咧。嗰只精灵就会更加好，发挥得更加好，有弹性啲咯，可以话系。好，呢、這个系格斗系话好似，火爆口啦咁样。先天王自爆，无论系精灵定人咧，只要通过战斗嘅磨练咧，都会变得更强。我就系靠住呢个信念咧，同精灵一齐生活，一齐训练啊，尝试下我强大嘅力量将你打低。柯波罗，我一嚟已经过咗攻击，晚岛，正反。岩石之刃好，暂时都 OK， 中毒啫，唔惊其实。系启木龙啦，呢度暴风好，一嘢秒咗。
艾比狼即系比华拉火拳。通常咧比华拉多数都系配呢个四色拳，即系火拳、冰拳、雷拳，仲有招格斗啦，一系就呢个嘅嗰招叫乜鬼？快速嗰招拳，唔知个咩拳？音速拳吓，有招音速拳佢可以学嘅，好似或者系。手刀啊，近身拳击嗰啲，我唔知佢识唔识学啊呢只嘢，我好少用呢只嘢，因为佢进化个方法都比较麻烦，搞掂你啊，卢卡里奥，好，再嚟启布隆，好，超力王，望下力士进化，咩啊？点解我会输噶？我任务已经完成啦，好，呢个我唔记得咩啦，系咪超能力？唔记得，谷子。靓仔，你都拎住但冇研究嘅图鉴啊！那个傻仔啊，曾经又猛又迷人啊，但系呢个几十年前嘅事啊，而家佢咧只系活喺以前嘅影子下，成日都喺度玩佢精灵图鉴啊！佢错啦，精灵系用嚟战斗噶，但我话俾你听，真正嘅训练师系点样打咧？好，叉子服毒系啊，应该先用速度加加先，士刀大火，阿帕怪，阿帕怪嘅应该系会识。是一个威吓的，我觉得我记得是。咁啊，寄生种子，唉，你又是呢替身，唉，仲要变唔烂佢添呢度，死咯！好，地震 OK， 唉，避咗，唔好避啊！唉，你又放替身，我呢度要转一转啊，即刻，如果唔系会好危险，将会睇暴龙卷。呢度用暴风啦，正常应该一下死噶啦佢，唉，我都争啲一下死啊呢度，好啊，杀得到脱壳忍者就系要用火技打啦，或者恶技打，好气息腰带，通常呢只嘢都会配呢个气息腰带嘅，但系我觉得好似冇咩用咯，气息腰带，即系佢开剑舞啊。啊，唔系，配起色腰带都好正常嘅，不过剑舞就好似麻麻地啦，我觉得。先嚟个皮买先啦。夜黑魔人水技影击呢招唔劲嘅，我记得佢竟然会用。好，紧鬼啊！紧鬼呢只啦，紧鬼。寄生种子同命啊！好。最好拉得到只紧鬼死啦，因为边个打赢紧鬼都 OK 噶。一换一，而家暂时嚟讲对我都系有利嘅局面。我吸咗下死啊，冇换啦呢度，唔需要打佢呢一度，搞掂。梦妖，梦妖我见过呢、這个版本，我见过有个系灭亡之歌啦，我唔知呢只系咪啦。好，佢出唔到技，我已经杀咗。喂，真系了不得，你确实有啲特别啊，靓仔，啲人都冇咩好讲啦，好似系道啊之后，系啦，龙之使者道，然后用，如果系龙之使者嘅话咧，多数佢有两只嘅启步龙嘅，我记得，因为我成日都玩金白，呢个深金啊，岩崩咯，岩崩先啦。你应该知道咧，龙系呢个神圣传说嘅精灵啊，好难收服或者饲养啊，只要咧培育得好啊，佢哋几乎咧坚不可摧，一般攻击咧对佢哋冇用。好啊，你准备好啊，夹住尾巴逃跑未？好，龙之使者到。哇，咁硬正嘅启步龙，哇，好硬正喎，佢启步龙都。呢度要用大火杀啦，我谂应该要大火。血液飞龙呢只啊，唔系，好似有火技喎，睇睇先。岩石之刃冇火技 ，OK。冇火技嘅话就唔会打入我噶啦，或者有格技啦，有格技啊嗰啲都打入我嘅。边佢 ？OK。其实如果有个道具咧，系可以睇下先。龙星群照上，可以是反弹嗰个伤害咧，嗰、那个我想要嘅，但系唔知点解我玩唔到个道具喺呢个版本度，因为有个道具装我上去之后咧，可以反弹伤害噶嘛。咁如果配埋坚果个特性嘅反弹咧，可以扣到好多伤害嘅。
如果敌人用呢个物理攻击打人嘅话，哇，识大自烧原来，你居然暗藏杀机，大地之力，好，沙漠蜻蜓，沙漠蜻蜓，但我惊我只启波龙唔够佢快，咁我咪死得。B B 背先啦呢度，剑舞，阳光烈焰冇用，唔痛，居然用阳光烈焰。我怀疑呢个电脑系有啲问题喎，佢出嗰啲技咧，全部都好有问题，可以话系。好，咬佢。双虎战龙呢条启步龙出唔出得咧？应该唔够佢快喎。呢只嘢系出名高攻嘅呢只嘢。好，连马跳，哎唔够佢快喎，死啦死啦死啦呢部。好吧，好，喂佢晕未啊？喂未晕？喂唔晕我输喎呢度。龙星群定急冻嗰先咧？龙星群啦、啊。哇唔好啊唔好啊！唉，有冇搞错？临尾你又输。唉，我谂我啲道具要搵个游戏食腰带先可以上到去，而家又要打多次，唉真系。好，又嚟到道前面啦。好，咁啊，先佢第一隻会系启步龙嘅。咁我其实我放呢个启步龙放专嗰个围巾都唔系好够速度，所以我直接放个气息腰带俾佢啦。喺边啊？呢度气息腰带俾佢。咁然后呢隻嘅坚果应该会系重头戏嚟嘅。然后呢度唔好，都系唔好放明玉。烈焰马唔好明玉啦，专个头巾。叶衣背，叶衣背放咩好啊？叶衣背都系命玉啦，好试一试啊！如果唔得就下次我再谂下点样打赢先。哦，好，第一隻就唔好用呢隻，第一隻用坚果打。佢嘅启步龙应该会系特攻向嘅呢隻，先保护睇下先。急冻拳系啦。咁啊，唔会太痛啦，对我嚟讲，凹痕嚟嘅啫，对我嚟讲。好，再用铁壁。其实，唉，有冇搞错啊？有冇咁黑仔啊，大佬啊？不过唔好死。啱啱想讲咩，我都唔记得。系啊，原本咧，我谂住将个铁壁咧改做诅咒嘅，不过都系冇改到啊，因为我惊都有少少危机。神速，死啊！佢神速。血液飞龙咁就死啦，都冇嗰只坚果嚟噶已经。启步龙啦，急冻光线龙爪，好，已经用咗气息腰带啦，一嚟嘅第二三只啊，而家系呢个刺龙王直接斩喺度，唔可以等啊，再等我会死噶啦。好 ，OK。一百力啦，沙漠蜻蜓照上啦，再斩佢龙星群，好都 OK 啦，俾佢揀翻下特攻先，佢剑牌啦，水技龙星群秒咗啊，唔该，炸下炸一走先，或者保护盾啊，好似冇保护，因为专爱系列用咗龙星群。呢度佢相信应该好多隻都系龙嘅，咁我用近身拳击都 OK 啦，近身拳击好，双虎战龙系啦，呢隻麻烦嘢，诶唔中，好啊，已经打咗一半，又唔中，真系天助我也呢镬，三头龙，哇死啦，得翻啲老弱残兵，唔知打唔打赢添呢度。我够唔够佢快啦？好嘢，够佢快！哇，到此为止啊！虽然唔想承认啊，直到而家我都唔相信我嘅龙会大败俾你嘅。但系你最后仲有一个挑战，你必须再同嗰个训练师战斗不可。嗰名啊，系几年前咧曾经赢过嘅挑战者，俾你睇下究竟边个强大啦！哇，即刻起晒鸡皮啊！打 red 系嘛？好啦，打 red 啦！而家已经，其实我想 save 先，因为我唔想再打，好辛苦打呢个塔皮神。好，如无。如果冇错嘅话咧，佢第一隻嘅应该会系比加超嘅，所以我哋先用只
坚果先啦，好，啊睇一睇先。凯暴龙装翻气息腰带俾佢，系好，再睇清楚啲先，得冇问题啦。OK 上，点点点点，好，哇一嚟奇花喎、哦，即系话寄生种子同寄生种子佢唔痛啦，依家系保护先，熄地震，咁啊凯暴龙啦出，碎面粉有冇搞错啊？六月风暴，白色药草，哇咁快用翻白色药草，秒咗啦，唔该，争一下。贝贝龙一定用冰技啦佢，咁或者用水技啦，我相信。点呢贝啦呢度，急冻光线，唉，真系急冻光线。好似可以睇得出咧，呢、這个冠军阿 Red 同埋其他嘅馆主有唔同嘅地方啊，急冻光线。而家边佢好吸死啦喺度，水箭龟保护寄生种子啊，叫走冇所谓啊，用近身拳击打咁，即刻打死佢咁。喷火龙叫盐蟹水好揸下气息腰带。之波动，好烈焰马出嚟踩佢。呢度要转啊，因为我只烈焰马咧就用我踩，所以唔得，用唔到。火爆猴地震啦咁。OK， 争啲死啊！李家超你啦，烈焰马加加速先呢度，都唔使喎，佢已经死咗。哎，赢啦赢啦，俾卡比兽。跟拳搞定赢啦，打败咗烈马阿 Red 啦，点点点点感叹号，点点点点点点感叹号感叹号，系你赢咗佢阿 Red 识讲嘢嘅咩？唔识讲嘢喎，好差呢个对白讲做得好差。好恭喜你，你已经赢咗关东地区全部馆主天王同埋联盟冠军啦，呢个出色嘅阵礼啊！大师球神奇糖果 PB 最大剂圣夫有咩用啊？好似系道具嚟嗰啲狗。啊系，得一嚿，会唔会孤寒咗少少？我打咁耐得一嚿啊！大师球咧，俾多两个啊！我可以再打嘅。好啦，咁今集就打住呢个关东先，咁啊下集打其他地区系咁先。不过个 red 我真系估唔到都，其实可能系我队嘢啲威力实在太劲。其实一开头我觉得其实都唔系话好劲。其实是真的非常之劲嘅，先唔讲契布，其实契布龙嚟讲，我觉得差唔多是我呢一队嘢入面咧最较为普通啦。嗱，先睇下呢个坚果，坚果基本上是防御型啦、特防型啦，你睇得出都高特防269嘅。另外火爆猴就是高速高攻啦，烈焰马都是快，都是高速嘅。而叶伊贝就是高攻击嘅伊贝嘅入面啦，系啦。巨剑派都是超高攻击啦，所以我觉得我呢队嘢都算是几劲嘅。唔似上一次七二一版本咁，嗰七二一版本真系好难打，因为我抽嗰啲完全系渣到不得了嘅。好，咁今集嚟到呢度先，下集打成都系咁先，拜拜。